男生对男生啦，这也很好看。赖明伟，第二回合在原住民少年杨成祥来挑战下，赖明伟能为星光二班守住第二胜吗？站好，乖哈。好，那小杨刚刚已经演唱过了，接下来我们的有命要带来的就是《请开窗》，掌声欢迎他。谢谢。你的眼睛有蓝色的云朵，云朵遮住了你嘴。动人的笑容，爱情的初衷，挫折总难以躲过。说谁对谁错，真假彼此的附和。如果相爱能轻易推测出结果，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、相遇多难得，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相爱的初衷。开一个窗口，换一个错，为了心的风。
丝为爱流动着更多梦。谢谢。You mean 的演唱，两位都唱得不错啊。我先讲这个杨丞翔啊，那声音非常的有自己的样貌，而且你没有太多的歌唱技巧，反而凸显了你声音的一种真诚跟感动，这是我自己听完的感觉。再看明伟哦，明伟其实也真的是很能唱了。那我又注意到你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，你也还是不太敢看镜头哦，那个投入感会让电视机前面的人非常明显的感受到。好，小虎老师，我觉得杨丞翔选的这首歌超乎你的年龄，我觉得你刚刚的咬字其实都闷在里面，你嘴巴没有开，但是你的肢体很好，很放得开。对，放得开，但是口型没有开。那这首歌呢，其实很不凑巧，我也有唱，所以我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。整首歌的这个词义来看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很深远的一首歌，而且是非常内心的。所以刚刚看你的表演，我就觉得好像词义跟你本身好像搭不起来，这首歌太成熟了。小虎老师，你可以示范一下吗？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天空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雨中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云后，有一出现在山后。年轻人有没有上到很重要的一课？有哈，哇，那不一样，嗯，有啊，师太，嗯，他去唱，开心了没有？OK， 其实是一首好歌啦，但是我觉得杨丞翔。如果以后你要再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情绪是渐渐，然后到后面要放开，然后再收回来。所以其实这首歌的困难度是有它一定的程度，所以加油了。嗯，谢老师。好，那赖明伟算不错了。嗯，就赶快发一发嘛。每次都叫你赶快发一发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组的 PK， 杨丞翔可以得到几个灯？请评审按灯。小羊得到的灯数是16、17、19、20。谢老师，谢老师。哇，你有20分呢，我很高兴哦。要跳舞吗？哦。哎，碎碎，掌声鼓励鼓励。20分呢？你下次可以继续再来，知道吗？已经很高了。好好，恭喜恭喜哦！但是还不见得有把它 PK 掉哦。我们来看看有命哥哥会得到几分，能不能超过20分？请明示按灯。赖明友得到的分数是17、18、19、20，20分。来势汹汹的继冠者杨丞翔与赖明伟同样获得20分的高分。根据比赛规则，两人将立即展开二度清唱 PK。